赖大学生回家唯一的作用就是帮村里的大爷大妈解决手机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其目的只是为了被夸一句，不愧是大学生啊。就比如有同学在村里帮大爷大妈定闹钟，结果全村的人都夸他定得准，还有同学只是帮村里的几个老人改了个8元套餐，结果从此扬名全村，人人都夸他奶奶命好。甚至还有同学分享说，我在村里家音量家的远近闻名，备注电话号码是我的强项，帮大娘把屏幕放大，大娘到处说我能治眼瞎。好家伙，你这可以说是华佗转世啊，就只拿这一项技能来说，夜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以后乡村振兴有你一腿。当然要说帮大爷大妈修手机最常见的就是换手写输入法，可别小看他们的手写，认真起来可以说是眼花缭乱。咱就是说这手法大爷遥遥领先啊。这还没完，要说最搞笑的是，在大爷大妈手机上只需要开机关机清理一下后台，就会被称之为乡村黑客。该说不说，再这么下去下一届乡村干部有你一票。当然要说更离谱的是，一位大爷新买的苹果手机不会换铃声，只是要我给他换了个凤凰传奇的铃声，就夸我了半个小时，说以后指定能当上大官。不仅如此，手机换换铃声调调亮度都是小菜，下面这位小姐姐在指导老人玩手机这块才是玩出了新的高度。只因帮老奶奶在手机上点了个外卖，一个电话就送过来了。奶奶见状，我滴个乖乖，我孙子在外混可真好啊。好家伙，你这波操作属实是被你装到了呀。还有大学生表示，为啥我跟你们的不一样，我大学专业心理学的，通常村里一听我的专业就不和我说话了，因为怕我猜到他们的银行卡密码。该说不说，你在村里是个隐患，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果然啥事都被你们大学生给遇到了。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在村里还遇到哪些离谱事件，不妨分享一下。